Prudence， 为什么你能成为储蓄达人？ Zoo， 有很多储蓄的方法能让存款增加，不只是靠努力才能赚钱。你看，每当我有10块钱，就会存1块到银行账户，这样做好多年了。这些存款已经帮我赚了更多钱，这就叫利息。我对这个有兴趣。钱钱钱钱在银行的账户就会变多，钱钱钱钱能让钱变多，非常好用。你存的每一块钱都会增加利息，能实现旅游的梦想，因为赚到利息钱。爸爸他总是说，储蓄的习惯任何时候开始都不晚，开始储蓄就会成功，储蓄会成功。如果要实现梦想，必须从今天开始把你的钱存在银行里，不管梦想是什么都能变成真的，我保证你绝不会后悔。要保持耐心就会有收获，长期储蓄能让梦想成真。钱钱钱钱能帮助你一起完成梦想，钱钱钱钱能帮助你一起达成长远目标。当你有计划，储蓄可以帮助你，让我说明你就会比较容易了解。就算爱追求流行，什么都好想要，还是得想清楚钱有多少，一定要有耐心慢慢存钱，存款的金额就会越来越高。选择理性的消费，把眼光放远，可以让你的钱滚钱，储蓄会成功。储蓄就会成功，辛苦赚的钱能够滚钱。我好爱存钱筒，储蓄给我无限的自由。现在我有银行账户，一点一点存钱，不需要担忧。存钱到银行一段时间后能赚利息，我有更多更多钱，未来一定充满了阳光，储蓄会成功。我可以开个储蓄账户吗？